半年没有来钓了，今天趁这个太阳不错哦，出来试试看，顺便晒晒太阳。啊，走，我们下去试试看。哇靠，把水好冰啊！哎呀，鱼太小了，翻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 K 大的，有小就有大嘛。其实钓红猫它会一直被我的线逼到后面去。你看那个石头堆里面上面还是有鱼在跳，有没有？但是它是一直跟着我保持安全的距离啊，下水去攻它。哎呦，哦，所以还是有几只不怕死的，这只应该比刚刚那个赖大还好一点。哎，红的哦，好一点而已，不错啊，有这个可以钓，其实我都蛮开心的。吃沉的有没有？因为现在大约我刚出来的时候就2点多而已嘛，其实还不是到黄金时段，最好的时段还是在傍晚的时候。 OK， 好，放你回去，拜拜。哎，中了，小小猫。哎呀，真是可怜的体型。小猫一只，哎，不错，我已经半年没看到汉西的猫了。你看，看看，哎呀，真是漂亮。拜拜拜拜。我现在还是用城市铜猪头的毛钩啊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水这么浊哦，浮的不太适合。刚有试过嘛，一开始有试过，哎，那边柳尾，柳尾就要稍微认真一点抛了。我对这种大急流都很有兴趣啊，体型都比较大，试试看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蛮会卡的。今天还没有出大黑啊呢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有动静，哎哎哎，来了来了，有吗？看看看看，小心翼翼啊，让我看一下就可以啦。哎呀，你看还是掉了，哎呀哎呀，还是掉了。我看我要换钩子了，这个算了，技术不好。哎，中了！哎呀，喷水面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标点不能浪费。检查一下毛钩。哎，下课鱼吗？不像，不要再喷了就好了啦。哇，中体型，小体型啊，小猫猫。这种家伙蛮多的，这么容易就喷掉了，难怪那么容易喷。哎呀，汉西猫回来啦，真好。哎，中了中了中，哎，这只更小，这只更小。
这是火柴猫吧，不错，开心。我觉得这个平台上面往下抛，哎，中了哦！满满的大平台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喷掉哦，好像喷掉也是家常便饭。不用出网子的，喷掉都不要紧。你看，不错哦。那这我们多试几杆。哎呀，要掉了！来了，我又掉了。中了，哇！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我抛进去那个水道试试看。哎，咬！哎，中！哎呀，掉了！受不了，换钩子。中，哎，真的在那里，哦，体型不错呢，还好还好，比刚刚的小，中了哦，好远啊，我的妈呀，随便拉吧，也蛮沉的，哎，蛮沉的，哎，顺其自然吧。哦，今天最大只的了。今天最大只的急流钓到的，漂亮，下课鱼，下课鱼，你看铜珠头，还是要用铜珠头钓，真是漂亮啊，这只不错哦，不错不错，非常开心，我们汉西猫又回来了，睡，谢谢。这就不要硬拉，哎，线就毁了。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我以前都硬拉，要陪到石头后面。中了，吃水面？难道我要换浮的了？时间到了吗？终于有一只又像样的了，你看我的捞网都出来了啊！不用了，哼，下课鱼，今日最美下课鱼，啊哈哈，太好了，谢谢了，这只很漂亮哦，闪闪发光，漂亮的汉西猫又回来了。漂亮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在我公司楼下，欢迎大家来玩。OK， 放它回去咯。
漂亮，爆水面哦。那爆水面的话，我现在用的是铜猪头嘛，那我换浮水的蚊子，应该效果会不错的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摊钓一点，再摊钓一下。换蚊子试试看，看来要爱来小个狠的。中了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是在留尾啊。体型不错呢，体型不错。我今天如果用0.8、0.5号的纸线钓，就不会是像今天这样子了。不过也是不错，非常开心。你看，这体型不错、啊。谢谢，在留尾，我知道那个甜蜜点之后，再一杆，再一杆，我觉得不应该弹掉了，不然我待会会没路可以上去。下班再来钓。顺便倒个一箱麦片下来喂饱他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运动了一下哈，这个就在公司楼下。我今天钓了，其实状况不错，我觉得这半年多来没有下来之后，啊，很开心，这个汉溪猫又回来了哈。有机会大家可以来玩吧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在这底下吧，当做抛投运动一下，其实是挺不错的。OK， 拜拜，分享喽，拜拜。